子晴，王蒙很喜欢你。哦不，王蒙非常爱你，你知道吗？那你怎么想？愿意接受他吗？我们相处的时间还太短，这对我来说也是终身大事，所以我需要慎重。你放心，王蒙的人品绝对没有问题。阿姨，我知道你们对我好，可是……可是什么？我还没跟您说过，我家里的妈妈不是我的亲生母亲，我要找我的生母。听说她得了失忆症，不知道她现在的生活怎么样了，所以我特别渴望找到她。而且她在加拿大，我需要挣很多的钱才能去找她，所以结婚的事情我还没有考虑。阿姨，您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心里有点不太舒服。不舒服？你没事吧？孩子，上天会可怜你们母女的，一定会让你们母女见面的。你妈妈要是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一定会非常幸福的。加拿大的医学很发达，你妈妈的失忆症肯定会治好的。你不能因为找妈妈耽误了你的终身大事。可是我不想拖累别人。怎么会是拖累呢？婚姻就是两个人结合在一起，共同面对生活中的风风雨雨，不离不弃。阿姨，有些事情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的，家庭、工作各个方面，我常常在想，如果我的亲生妈妈在我的身边，也许所有的事情都不是问题了。孩子，你心地这么善良，老天爷一定会给你安排好的。你看看，哎呦呵，看看这爱珍，这孩子一喝酒，你看那脸色儿这么好哈，面如桃花，好看。哎，来，哎，我敬你，嗯。祝您身体健康，永远年轻漂亮。哎呀，谢谢，真会说话。来，奶奶干了啊。你也干了呀。嗯。好。来，奶奶给你满上。哎呀，奶奶，哪能您给我倒，我来给您倒。好好。哥。嗯。你还不敬人爱珍一杯酒。人家送你的领带，你没好好谢谢人家呢。就是，快点儿。哦，对，来，谢谢你的领带啊，希望你学画肖像越学越顺利。谢谢。哎，这石头，快去。吃菜呀，爱珍。嗯。是，都是吃菜吃菜。萌萌现在做菜越做越好了，你别怪他啊。我们家萌萌啊，孩子老实，不太会说话。谢谢啊，谢谢奶奶。哎哎哎，来，啊、哎奶奶，啊，咱俩再喝一杯啊。奶奶应该是我陪您喝。啊，对对对，来，哎，加我一个，加我一个。对对，还有雪儿呢，嗯、啊，祝你们越来越漂亮。谢谢。哦，奶奶，喝干了。我真的不能再喝了，我一会儿还得开车呢。哦，对了，哎，没事儿啊，
让萌萌开车送你回去。萌萌，待会儿你开车把爱珍送回去啊。不是，听见没有，哥？奶奶让你把爱珍送回去。什么呀？奶奶不是我也喝酒吗？你喝了没关系的，你是男的呀，他不行啊。让我哥送你回去。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好，谢谢。哎，谢谢。吃菜。嗯。阿姨，在看什么呢？我在看车流。我在想，车里的这些人，他们要去哪儿呢？应该是回家吧。还是回家吧，这么晚了，他们还能去哪儿呢？孩子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两个应该坐在同一辆车里，随着车流奔向同一个地方，我们自己的家。不好意思啊，喝多了还让你送我。哎呦，什么的，没事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怎么了？哦，没事儿，有点头晕。行，那你慢点，慢点走。嗯，头好晕呢。你怎么了？头好晕呢。没事吧？上车休息吧，车钥匙呢？嗯，在兜里。啊？兜里。哦。门呢？慢点。如果等你一辈子，你妈总应该让你出来了吧？我不喜欢别人跟我开这种玩笑。我知道你的感受。我父亲去世的早，我爸去世的时候也给家里带来很大的打击，所以现在的我会尽全力让妈跟妹妹快乐。你认为什么是家？我认为家就是下雨的时候两个人会往同一个方向跑，那个地方就是他们的家。孤独的时候最想去的地方才是家。说完马上就走。好，你要说是吧？一个字一万，拿来。子晴，你为什么要躲着我？你干嘛大呼小叫啊你啊？
你说吧。哎，你别，哎哎，你就话就说嘛，你这，哎，思晴，你跟爱珍真的那么说了？我说什么了？说你是因为好奇、无聊才跟我交往的，说我一点魅力都没有，是不是？是。你说你就是嘛，大蝴蝶心太残忍了。哎呀，这不是残忍，玉叔，你看，你听我说，我对你是真心的。我绝对不是为了玩，我是真的喜欢你，子晴。哎呀，玉叔，你问完了，哎，子晴，你先进去。哎，别进去，子晴。你问完了，你玉叔，子晴。哎呀，好了，他明天还要上班呢。把工作辞了，听见没有？工作辞了，谁养家呀？我付他钱。哦，好，他没工作，你付他钱。那我没工作，你怎么不给我钱呢？我给你的还少吗？哎呀，哎呀，玉叔，子晴，开门，开门！玉叔，你是借酒装疯了啊你！你回去你！子晴，我到底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啊？叫你去海边公寓住，你也不去。我已经说了我们不可能的，你快走吧，别再来缠着我了。那，你听清楚了啊！我们子晴说了啊，你赶紧回去啊！你再不回去，我就打电话给大姐了。打打打！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啊！啊，舅舅爱上外甥女，这传出去我们脸搁哪儿？这不都是你们逼的吗？你让我现在什么事都做不了了。玉叔，你什么人不能爱啊！啊，你跟子晴结婚，你们怎么叫我？一个是我弟，一个是我女儿，这让外人知道了，大家都怪死我。子晴，子晴，我已经回答你了，你快走吧。我不走，不走。你回去啊你！你到底走不走？你不走，我真的打电话给大姐了。打呀！你把我逼死了就好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我就去打。子晴，子晴，咱们远走高飞好不好啊？大姐啊，现在玉叔在我们家发酒疯，缠着子晴不放。他说他要带，他要带子晴远走高飞。别逼我，逼我就不活了。哎呀，你干什么呀你？喂，大姐啊，他叫我们别逼啊，说逼他他就不活了。你们把我逼死了就高兴了是吧？你说我们把他逼死了我们就高兴了。哎，他先走了啊，没事了啊。哎哎，这个位置，稍等，帮我弄一下这儿。好了，早，谢谢。嗨，罗蒙，你快点啊，我去换衣服。好。早上好。早餐吃了吗？不急，今天时间很充裕，慢慢画。连导播又跟我说一个新笑话，他说那个化妆的时候不要讲话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早上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早间新闻。我是王蒙，我是美娜。不动产产业投资是目前市场上最热门的金融投资项目，但在税率以及风险上应该怎么规避？接下来我们来看学者的分析。最新的调查发现，去年的不动产买卖者每个人的应缴税额是22万元。一架由日本东京飞往美国纽约的波音747客机在降落的时候不慎滑出跑道。以下是本台记者张涛来自现场的报道。大家已经看着了，在我身后是一片火海，几十辆消防车正在忙碌着，飞机上800多名乘客命运如何尚不知晓。小红，一会儿切换画面的时候给王猛补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有的还有15秒。还有10秒。哎，子晴呢？他在看电视呢。还有5秒。看电视。啊。5。好，行了，谢谢。3。待会10秒再走。
喂。喂，子晴吗？你看王蒙今天戴的新领带好看吗？新的身份证将在本月底正式开始启用。以下是本台记者王希的整理报道。是比以前的好看。这种身份证除了带有以前的，那是我送他的，就是你看见我喝醉酒那天我送给他的。据说将来还可以当银行卡那样使用。最近国际油价急速上升，我国的燃油价格也受到较大的影响，柴油的价格猛增到0.6元，93号和97号的汽油价格也有所上涨。现在由高经记者为大家报道。至昨日，国际油价再创新高，纽约汽油收盘报100.36美元一桶，而专家估计油价还会上涨。据消息报称，国家发改委已批准了国内汽车用汽油及柴油的提价申请。其中93号、97号，小姐，在你欣赏我的同时，我允许你欣赏一下我的爱车。是啊，这真是你的，太酷了。小意思，等我成了明星的时候，我会开着奔驰700，不对，开着航空母舰来接你，绝对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。什么受不受委屈的？这车多帅啊！再说了，重要的是要有个性，对吧 ？OK， 非常 OK。雪儿，你看那天边的彩虹，美吗？我没看到啊。哦，那大概是我眼花了。请吧，公主。公主，可以出发了吗？Go。怎么了？这车它有点娇气，也有点害羞，见到漂亮女孩他就走不动路。哎呀，下去推车呀。我不是你是谁啊？你有没有搞错？我可是公主。那公主有时候也得受受委屈啊。你刚才还保证说不让我受一丁点委屈的呀。保证它不是一定，如果是一定还需要保证吗？谢谢。
用点劲儿。用点劲儿啊。你坐，你坐，我推，我推，这还差不多。用点劲儿。哎！哎，刹车！我不会开车。还刹车呀？我拉不住，我拉不住我卷儿。公主，闪开！我来了。我靠！想想刚才，特悬，差点没把我给吓死。哎，不过通过这次事件啊，锻炼了咱们的意志，也考验了咱们的情感。我觉得啊，你特别英雄。为了救我，把子清搞成这个样子，你简直就是英雄救美的楷模。什么呀？英雄哪是要救美呀？英雄倒是要救车。好不容易买一个二手车，我容易吗？就这么给撞了？你什么意思你啊？我还没那车值钱是吗？你怎么能这么想？那车它是有价的，你是无价的。真的？你看我这样，纱布拿去之后，我还不知道得变成什么样呢。你就算是毁容了，也能做整容手术啊。可是你看我的腿，如果我要瘸了，我这辈子都嫁不出去了。嗨，身残志不残，你要是真瘸了，我守着你。真的？真的。有那么感动吗？有。好了，可以了。今天的妆化得比较清淡，你喜欢吗？嗯，很好。张美丽，香红，你给林女士做一下发型。好的，失陪了。子清，干什么呢？工作呢。子晴，是这样的，那天的事你有点误会。
那天其实是子晴，你总把事情弄清楚，听我解释好吗？现在正是我工作时间。哎，王猛，我听说你要请客啊？是是，请请，我没有说不请。哎，你跟你子晴姐说，我们之间有点误会。这事你自己跟她说吧。啊。同志，我只知道他的名字和年龄，身份证号码不知道吗？不知道。跳蚤的人叫什么名字？英善。英善啊，今年多大？应该是51岁吧。51岁、嗯、有些人在报户口的时候有虚报的情形，希望你这个年龄是正确的吧。哦，哎，同志，最近有人啊在咱们附近商场见到我，您看在附近找找他，是不是可以找到啊？我们会尽量安排查找。谢谢。进来。哥。嗯。忙着呢。嗯。哎，明天请我去看电影呗。不行，明天不行，改天吧。为什么？这个明天我请我们电视台化妆组的人吃饭。哎呀，吃饭又不可能是整个晚上，9点以前肯定结束了。到时候你再请我和艾珍去看电影。我们喝完酒之后，可能还找其他地方聚聚吧。唱歌喝酒吗？不知道，你现在问我哪说得准呢？明天再说吧。那个化妆妹肯定也去了。什么叫化妆妹啊？叫那么难听。美女化妆师，好听了吧？人家年纪比你大，要叫姐姐懂吗？我才不叫她姐姐呢，她又不是我家里人。化妆妹，石头，喂，东姨啊，你亲生母亲的名字好像叫英善。英善，那他姓什么呀？他姓什么？哎呦，我想不起来了。他真的叫英善啊？应该是没有错。东姨，你再好好想想，他姓什么？姓什么？哎呦，我确实是想不起来了。东姨，你再想想，那种姓是很常见的姓，还是很少见的？对不起，我真是想不起来了。好吧，谢谢您，东姨。英善，英善。我们子晴抓周的时候，抓的是什么呢？也不知道子晴有没有我以前的照片。我可怜的孩子，我真想听听他的声音，可又不敢经常给他打电话。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才能住在一起，天天见面。那样的日子啊，什么时候才能到来？妈，雪儿，你有在想爸了吧？最近我也常常想起他，就是在10年前的这个时候，他离开了我们。奶奶一直不肯表露出来，每天还过得挺开心的。真的很了不起。人有的时候呢，总是有得有失。除了爸爸太早离开了我，其他的
我都觉得挺幸福的。以前爸爸在的时候，我总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现在爸爸离开了我，我才知道和爸爸在一起的日子是多么的幸福。我记得那年我13岁，我们全家一起去爬山，爬着爬着我就爬不动了，但是又不甘心，很想到山顶去看看风景。爸爸就背着我从山脚背到了山顶，又从山顶一路把我背到了山脚。回到家以后，我们才发现他的脚肿了。他说在下山的时候崴了一下。我问爸爸为什么脚肿成这样还要背着我，爸爸说我好久没有背我们家的雪儿了。妈，你说人的灵魂如果真能在天上看着我们，那该有多好。爸爸，你现在在天上看着我们吗？雪儿，是吧？哎，王蒙哥，我大学刚毕业，以后有什么事儿你还得多多关照我啊。嗨，客气。Hello， 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哎，你来了。哎，子晴呢？子晴姐不能来了。为什么？好像有点头痛吧。她是不是工作太辛苦了？有没有吃药啊？那她回家了吗？不知道。看来咱们王大主持又要再请一次客了。我那有什么问题随时啊。我就会即刻同佢做电疗或者化疗，不过希望你哋有心理准备，成功机会只有20%。谢谢。好，看来以后我们化妆组要跟我们播音组多一点的这种亲密合作啊。对对对，是吧，王鹏哥？嗯，那当然，脸在你们手上啊。哎，我跟你们讲哈，我特别不喜欢陈东明这个人，他总是对别人指手画脚，而且做记者态度又不认真。哎，你说他现在耳朵会不会在发烧啊？你管他呢，我们管好自己就行了，是不是，红姐？行了，管好自己的事情就好了。哎，王蒙哥，待会我们去唱歌吧。哎，对啊。哎，好主意啊。提一下吧，去哪儿唱？那鞋柜吧。啊，那就鞋柜了。好啊，走吧，走吧。找到点眉目没啊？哎呀，王宁还没睡啊。哎，他们说找不到这些人身份证里的照片，您看，这派出所的档案里不是有吗？没记载。哦，那这么多同名同姓的，要找到什么时候去啊？他们说还得半个月吧。半个月啊？啊。哎，半个月能找到也不错了。是啊。我不喜欢别人跟我开这种玩笑。嗯，头好晕呢。你怎么了？头好晕呢。没事吧？没事。你是认真的？
还是拿我寻开心。听说你头痛，请多保重。昨晚你们玩的怎么样？昨天你没去，王东整个晚上都心神不定的。你们几点结束的？不到十点钟就结束了。王猛啊，连酒都没怎么喝呢。你呢？有没有喝啊？有没有消除一点烦恼呢？我这种个性才不会积压烦恼呢。玉书又来找我了。哎呀，我真的不想见他。以后啊，你来帮我抵挡啊。大明星，我才高攀不起呢。你不是见过他吗？才去过你家呢。子晴姐，你跟他真的断干净了吗？嗯，两个月前就断了。真的？哎，要不你把他俘虏了，以后啊你就成了我舅妈了。那我倒是可以考虑考虑啊。小燕来了。哎，雪儿。阿姨你好。这个是我妈妈为了感谢你上次送给我们的好酒，让我特意送过来的。来就来，递东西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哎，舅妈，你来了。你说什么，舅妈？哦，我是说，哎，你就这么来了？什么就这么来了？嗯、你看家里面多少东西。哦，哎呀，妈，人家送礼你就收着吧，啊，阿姨收下吧。怎么好意思？阿姨，那我先进去了啊，记得帮我敬你妈啊。哦，好嘞。我觉得这个法式特别适合您的脸型。嗯，我也感觉好了，可以了。嗯，做得很好，非常好。你满意就好。啊，非常满意。嗯，你们的服务越来越好。您慢走。喂，你好。你好，在干嘛呢？有什么事吗？你吃午餐了吗？正打算去吃。我在你们隔壁那家牛排餐厅呢，一块吃吧。你过来，我先帮你点好菜。你喜欢吃什么？不用了，你自己吃吧，我一会儿和助理吃。那你们一块过来吧，我来这里的目的就是为了请你吃饭，不要拒绝好吗？好吧。干嘛了呢？没摔着吧？你好。来，起来。谢谢。舅舅，坐吧。不坐了。我回来换件衣服，你们玩啊，注意安全啊。嗯。哎，怎么了？摔哪儿了？啊？怎么了？我帮你揉了。啊、你舅舅一定把我当成疯婆子了。啊，没事，没事。啊，好。不好意思打扰一下，请问这个碟子可以帮你撤走了吗？嗯。
服务员。你好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吗？麻烦给我纸跟笔，谢谢。可以。哎，谢谢。服务员，你好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吗？麻烦给我纸跟笔，谢谢。可以。哎，谢谢。喂，好，你让客人等一下，我马上回来。谢谢你的午餐。服务员，服务员。行，我开车送你回去。不用了，美容院离得很近，我走回去就行。那这，哎，回去啦，子晴姐，再见，拜拜。明天我们俩去爬山吧，怎么样？好的，阿姨。午餐由我来准备吧。要不我们 AA 制吧，老吃您的我过意不去。还跟我讲这个？你跟王猛的事丝毫不会影响我们母女的感情。哥这两天烦得很，我不敢惹他。你缠缠他嘛，你就跟他说你要去游乐场玩。哎呀，他会给你面子的，就像我缠我舅舅一样啊。那我试试吧。那你现在就去。嗯，好。干嘛？哥，
你怎么还没起来呀？哎呀，你今天怎么起那么早？哥，我想让你今天带我去玩，我回来你一次都没带我去玩过。行啊，想上哪玩？游乐场，好吗？好。哎，那我把艾珍也叫上来。好。这家伙不高兴死他才怪。喂喂，阿珍，怎么样？我哥他同意了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太好了。女儿，我多想天天给你做饭吃啊。今天的天气真好。嗯，真适合爬山。您经常爬山吗？年轻的时候经常运动。累吗？不累。好吃啊，费了不少时间吧？我在加拿大开过餐厅，这点小事算不了什么，快吃吧。难怪阿姨做菜那么好吃。我还带来热水，来喝一点。感觉就像是在郊游。小时候我特别羡慕那些郊游带盒饭的小朋友。那你妈妈不给你做吗？不做，她嫌太麻烦了。那你吃什么呀？方便面。没热水怎么吃啊？就那么干吃，不过还挺香的。子琴，你觉得你童年幸福吗？也谈不上幸不幸福，就是有时候觉得挺孤独的。以后不会了，有机会我们经常到这儿来好吗？嗯，以后我一定要经常来，这儿简直太美了。
这样运动，你会不会累病啊？不会，别看我瘦，我身体好着呢。哎呀，热死了！哎，子晴，这样不行，山上风大，容易着凉。阿姨，你真好。这儿的空气真好，城市里也像这儿一样就好了。子晴，我们照个相吧。好啊，您带相机了吗？要不用手机照吧。我带着数码相机呢。太好了。哎，同志。哎，麻烦你帮我们照个相吧。啊，好，没问题。哎，您在这儿。把后面带上，好，好嘞，靠近一点。嗯，啊，等一下，一二，好，嗯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啊，看一下。好了，你看一下。好。小王，哎，给美娜换衣服，谢谢。早，各位，早。早。哎，王萌。嗯。王主播，周末怎么过的？怎么过？不就这样吗？不会吧？脸色不是很好哦。嗯。脸色怎么了？不好看。皮肤是有点干。哦。王主播。嗯。早间新闻的收视率又上升了，是我们的功劳吧？是，当然是你们大家的功劳。这样吧。如果收视率能再上升一个百分点，我再请大家吃次饭啊！哎，好啊！哎，不但要请吃饭，还要请唱歌哦。那有什么问题？小王，快点过来。哎，那我们吃什么呀？吃什么都可以，你们决定啊。别动。以上就是今天的早间新闻，谢谢收看，明天见。今天的稿子啊，不觉得这有问题，少了一大段吗？王萌，王萌，哎，这几天的情绪你好像不太对啊，这种错误你都能犯？什么错误？我正想找你问问，那么大一段标题去哪儿了？我还以为直接回现场呢。哎，这是没有校对过的稿子。没有校对过的稿子你就拿来给我。我告诉你，这不是漏字跟讲错字的问题，我漏了那么大一段新闻，我怎么面对所有的观众朋友？你自己好好想想。哎，王萌哥。起来的样子还挺可怕的，那种事让谁谁不生气啊。OK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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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舅舅。嗨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舅舅，雪儿非让我带她来看你演戏。嗨，有什么好看的？你演得真棒。谢谢。舅舅，你拍完了吗？应该是拍完了。雪儿想让你跟我们一起去吃宵夜，可以吗？哎呦，真不巧，今天剧组的同事约好一起吃饭，那咱们能不能改天？那你们自己去吧。嗯、注意安全。再见。你舅舅好像对我不感兴趣。哎呀，哪有？他不是说了吗？今天有事儿。哎，还有机会的啊。干嘛呢？啊，我啊，我在喝咖啡呢。哦，这晚上有空吗？我请你吃饭。好啊，我正好有时间。那我们约山顶洞人见。那几点呢？看你吧，六点还是七点？那就六点半吧。好，那六点半见啊。嗯，好，再见。哎。回家了，回家那么早干嘛？我弟弟在家没人管。不还有你妈呢吗？对不起啊，我先走了，你们玩吧啊。哎呀，你别每次都那么扫兴嘛。真不好意思，我先走了。那走了，走了，走吧，走了。你们都走了，走，那走吧，不怪我啊。哦，来，多吃点菠菜。现在不是有一句话吗？说朋友啊比领导重要，健康比业绩重要。多吃青菜对身体好。对了，干嘛那么好请我吃饭啊？不是，是这样，我有件事想跟你说。说吧。哎，哎呀，说吧。是这样，那天你在我们家不是喝多了吗？哦，这事儿啊。哎呦，那天是奶奶非让我喝，你说我能不喝吗？结果不小心就喝多了。是，后来奶奶不是让我开车送你回去吗？嗯，在门口碰见子晴。嗯，怎么了？我是想请你帮我去跟子晴解释一下。解释？有什么好解释的？他有点生气。王某，这事儿我怎么帮你解释啊？再说了，我跟他有什么好解释的？不好意思，打个电话。